睇嘢咧，其實成個 workshop 裏面咧，有三樣要關心嘅。咁我第一樣嘢就關心會員啦。咁點解咧？我諗咧，因為我哋講緊我哋點樣幫啲分會咧，去喺呢嚟緊6個月咧，去 keep 住一個好嘅 relationship 咧。因為主席咧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個會員咧都會睇你前頭咧。所以如果你能夠做一個好好嘅公關啊大事嘅時候咧，關心每個會員嘅情況嘅時候，會令到嗰個 relationship 咧特別高嘅，特別係啲新會員。第二咧，我哋就關心會員嘅生意啦，因為咧，其實你嘅 BNI 平台裏邊大家好著重想攞啲生意，咁會員嘅生意其實係影響到佢參與度啊，或者各方面嘅投入度嘅，咁呢方面我哋都要了解多啲啦。係。咁第三樣嘢咧，我哋要除咗我哋係主席身份之外咧，我哋都要以身作則嘅，所以建議咧，當日出席嘅主席咧，星期二6:30前咧，最早6:00到啦。衣著係點樣安排咧？就將你平時開會嗰件戰衣。過嚟俾各位主席去探下，你哋平時點樣衣著，點樣著住咩衫去翻去開會。O K， 呢個同埋我諗係準時都好緊要啦，因為頭先都話見微知著啦。因為咧好多 workshop 咧，其實坦白講咧，越早嚟咧越準時嚟係越著數，因為你會多咗時間咧運動，呢個都係好重要。所以你亦都咧，譬如話點樣以身作則，頭先話帶 Miss 嗰啲係以身作則啦，早動係以身作則啦，你絕對係成個 team 嘅啦啦隊嚟嘅。好，咁第二方面啦，點樣令到會員人數增加咧？咁我哋嘅方法咧，就不斷提啲會員啊，等翻個目標啦，同埋主持一個專業有 energy 嘅會議嘅。大家有冇留意咧？我成日我哋提咗幾多次增加5至10個人人嘅目標啊？提咗幾多次啊？4次啦，係咪？你知唔知一個人咧接受一樣新嘅嘢要記聽幾多次先記得？10次、8次。我聽過一個統計係21次。所以我仲會講多17次。所以點解主席咧每一次會議就要提我哋嘅目標啦？我而家最後會議啦，因為咧你高層 meeting 會講好多嘢，但我包保咧90%一個禮拜之後90%嘅人記得嘅，所以你成日要提嘅目標，同埋主持一個專業又有能量嘅會議，係吸引到來賓上身嘅家人嘅。咁第二咧就係關心來賓數字啦，同來賓接待。喺會前會後點樣可以了解翻啲嘉賓嘅數字？因為咧今屆除咗我哋話講retention 之外咧，我哋都有講資深名單。咁我講嚟記者嘉賓，嘉賓從3點講嘅情節。係啦，係啦。咁咧就係咯，因為唔係淨係 H 做嘢嘅主席咧，好要好緊張咧去睇。我哋見過有啲主席做得好好嘅，佢事前咧會當然即係開會前會同來賓 meeting 啦，事後咧完咗會嘅時候，佢第一時間走去咧，可能會怕啊。睇下 Mitch 有冇嘢要幫手啊！睇下啲來賓嘅處理嘅情況，咁去睇住個情況。咁我呢個咧瞭解個來賓嘅入會意願啊情況，佢係了如指掌。雖然佢未必一定要坐落去親身去做 business orientation， 但係佢會知道一個一樣嘅情況。咁最後啦，就要同 MC 同埋來賓接待咧，去瞭解翻個入會嘅進度，確保我哋喺一個星期內咧會盡一個。係，因為咧入會咧唔係淨牽涉到 VH 個部門，牽涉到幾個部門，有 interviewer 啦，有呢個 MC 啦，有陣時你要睇有冇嘢棘住咗。因為如果咧，可能譬如嗰次係 BOD 或者嗰次係party visit 咧，有10個或者10個人嘅，但係原來最後都兩個人到嘅，點解咧？可能唔係因為撞，係因為處理太咁，大家要留意呢樣。咁就最後啦，咁啊當日咧，我邀請咗今屆3個成功嘅主席咧，會當日係會做一啲分享嘅。咁啊，佢包括咗喺生日係做啲大嘅生日嘅分會啦，第二樣嘢佢 retention 同埋增加分人數最多嘅主席同大家分享嘅。而第三個主席咧，就係佢喺一個紅燈裏邊咧，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嘅。咁要走呢三方面咧，喺一啲下屆嚟緊做嘅主席裏邊咧，係點樣去提升？我哋好多 case 分享咧，同埋討論，記得帶你哋嘅春金咧，同張德高嚟啦。好，冇錯啦，咁最後咧想做輕鬆嘅主席咧，咁就要出席我哋 workshop 啦。Thank you， 好啊，歡迎，歡迎，歡迎。